You can do it. Ah! 这一次应该成功吧。 咦，名字有点不对。 准备苏打水倒进去，哇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！玉米粒，哇，哇，跳舞的玉米，果然厉害！我准备好奇怪，你的脸在里面，哇，你变得大鼻子，<笑>哇，果然会跳舞哎！ 这就是跳舞的玉米粒，成功！各位，我要做笑死的花朵，<笑>准备箱子画花朵，涂好了，将这个花朵放进袋子里，好了。 准备了，<笑>你看不见了，哇，哦，哦，真的不见了，不见了，真的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到我了，这次我要做彩虹摩天轮，彩虹摩天轮，<笑>我用巧克力糖。 围成一个圈，再从边到嘴。哇，颜色要出来了！哇，颜色好漂亮哦！ 摩天轮呢？很棒！很美呀！摩天轮完成了，好漂亮！我也不能输，我要做的是牛奶动画。先将牛奶倒入盘子，我们把颜色滴入牛奶里。OK。 我们抽取一些清洁剂，开始啦！哎，哇，漂亮哎！好吓人！我就是这样，哦，自己在，哇，漂亮哎！啊，所以才叫牛奶动画，好漂亮哦！好想象，一直在动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好酷，这就是我做的。 不错，轮到我了。
搅拌均匀。OK， 倒入食油。哇，好漂亮哎！还有泡腾片。哇！为什么是边边呢？啊，对，这就是这样子。接下来的，好酷哦！接下来的边好可爱哦。这里喷泡，这里好恐怖、哦。下雨下好大，发人都要被埋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尤其就是这，好好看啊！真的是不是你最爱看的吗？嗯。这是我做的活塞爆发。各位观众，你喜欢我们的实验吗？喜欢。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这是常有的事嘛？那么厉害，你来，那么厉害，你来。好啊。就是这擦桌子。有味道。将涂好的袋子放进擦桌。哎。Good。哎，后面夹子，后面夹子。